妈妈骗人，我就要去看姥姥，就要去探亲嘛。哎呀，今年这不是有特殊情况吗？妈妈也很想去看姥姥啊。小朋友，你姥姥住哪儿啊？我妈去世3年了，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带着孩子去给她扫墓，顺便踏青。哎，这不今年有特殊情况吗？我连青团都没买到。这样啊，小朋友，你爱吃什么样的青团啊？我最爱吃姥姥做的蛋黄青团。我就给你做一个吧。食神归位。在咸蛋黄上喷白酒，用烤箱烤熟，加肉松、沙拉酱碾碎搓成馅，糯米粉、白糖、青汁、黄油，加水揉匀，盛面加开水搅拌，盛面和糯米粉揉匀包馅，放锅里蒸。请尝尝吧。啊，哇，太好吃了！这是姥姥做的味道。啊，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妈妈也很想自己的妈妈呀。妈妈不哭，妈妈还有宝宝呢。谢谢你啊，宅猫。